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伊娃计划生育回头看的第二期。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就是说还不太了解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作家马健的一部作品，就是《鹰之道》，就是说他这部作品让我们能够听到婴灵的哭泣之声。那么昨天呢，在纽约的曼哈顿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有八位遇难者，也有一些人受伤。那么在这里，作为跟他比较接近的，我居住在波士顿，对这位八位受难者我表示哀悼吧，然后对那些受伤的人我也表示慰问。那么同时呢，我对施暴者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孩子表示关切和慰问，因为我想对他们一个家庭，对一个妻子和对三个孩子来讲，昨天对他们都是非常惊恐的一日和一个非常难过的一日。我相信他们今天依然处在一种完全不能相信和不能置信的一个这种非常惊恐的这种心情之下，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很好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目前旅居英国的作家马健先生。那么请导播把马健先生接进来好吗？谢谢。马健先生您好。你好，你好。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不过今天对美国人来讲，或者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日子，因为这种恐怖可能对我们的心理和心情都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做哦。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这部《鹰之道》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前几年我托一个回台湾的朋友帮我背回来的。那么那时候我也不认识马健先生，但是我就好好看了一下这本书。我这个书呢其实不是很厚，也不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巨著，像《红楼梦》一下子四本哦，或者有的书就是五六十、四五十万字，它也不是很厚。但是我阅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胸口疼的感觉。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我就感觉到我是一个当众被人扒光衣服的女性，我觉得我的孩子被别人杀了，我觉得我被按在那种肮脏的产床上，被别人强制把孩子杀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浸透着中国妇女和很多孩子的血的。你这样看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每一页纸都浸透了血，在滴答滴答的滴下来。我觉得可以是一本血书吧。那么所以我在今天能就再见到马健先生的时候，作为一个母亲也好，作为一个女性也好，作为一个平凡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好，我要对马健先生表示非常的谢意，非常的感激哦，非常非常感谢你写出这本书，非常感谢。也谢谢大家能够有时间去看这本书。那么在和马健先生这个对谈或者请教他之前呢，我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鹰之道》这本书哦。这本书呢是2012年在台湾出版的，我想马健先生最想出版的应该是在中国，因为那个是计划生育的产生地，而且也是读者群最大的一个群体。但是很可惜呢，这个书目前可能还是属于非常敏感的话题，他们也不能够，那个出版社可能没有胆量去出吧，或者是我不知道的，马健先生试过没有，我是不晓得哦。那么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今天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在这个有一行非常小的字，我想是马健先生提议放下去的，就是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还未有体会过呼吸就被计划生育灭绝的婴灵们。那也可以说这本书是献给自从1979年到2015年被堕胎的4亿婴灵的这些文字和这么一本书。那么这个随后呢就出版了英文版，在美国呢有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企鹅集团呢也出了英文版，随后呢又出版了法语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西班牙文的，就马健先生给我寄来了有10几种语言文种的这种封面。
但是很可惜我这个电脑不行，应该如果行家可以把它拼在一块我也不会拼。那么今天就导播可能给大家能够看到三四种版面，在以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者下次节目给大家展现的更多，因为有一些封面设计的确实不错，而且确实很有中国特色，但是这个封面我也非常喜欢。其实这个景象是我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景象，有时候妇女就坐在门口一个石凳上给孩子哺乳，有时候在田头做工累了，那个妈妈就抱个孩子当众撩起衣服，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就是司空见惯吧。但是当我再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非常美的，就是说一个妇女哦哺乳孩子，就是非常，就是说好像天经地义的一个画面吧。有时候男人也在旁边，老人也在旁边，妇女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呀什么的，就是在乡村都是经常看到的画面。那么殷之道呢也入围了2014年的英国独立外国小书奖，在2014年呢获得了爱尔兰都柏林国际奖，就说是这些奖呢都是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图书馆来推选的，尽管说最后可能没有获奖，但是也可以说引起了这本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许多的媒体就是包括那个我看到纽约时报呀，英国的独立报啊，泰晤士报啊，香港的南华早报都有很多的书评，包括康正果先生也给那个马健先生写过一个书评，这个我也是看过好几遍，因为康正果先生我不敢说是我的朋友，但也有过一面之交，就是我也是非常喜欢康正果先生，非常的正直，非常有思想的一个学者吧。那么就据我做的提前的我做一下功课嘛，就是我知道马健先生为了写这本书呢，他也并不是说用什么意识流啊，或者是用自己的这种所谓天的这个才华去编造一本书，他在这个之前呢去过广西、广东、湖北，比如河南、河北山东，去了很多地方，用了7年之久。作为一个作家，他做了大量的前期的工作，就说现在很多作家其实已经不会花这么大功夫了，有的作家会说啊，我这本书不过40-50天我就出来了，我一天能写10,000多字。那么确实很多作家靠自己的这种天分啊，或者语言能力也可以做一个很畅销的作家，不过就是马健先生呢为了写这本书确实走了这种几乎就像一个学者一样的走了很多的实地采访，那么也就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的资料哦。那我现在简单的说一下2014年9月6月19日，这是我刚又把确切的日期查了一下，他那个纽约时报上有一个书评是这样，我简单的念其中的一段哦，就说在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一词带有很险恶的内涵，地方官员在定期内呢执行中央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时表现得既凶残又积极，他们无所顾忌地闯入农民家中，拖出一个女人绑起来实施手术，给他们装上宫内结上装上节育器，或者把有毒的液体注入他们的胎儿体内，这户人家还必须交纳手术费，那么钱呢就可能就被他们私吞了。如果农民无力支付手术费的话，那么这些暴徒就会没收他们的粮食啊、鸡啊、鸭呀、然后损害他们的房屋，留下把房子都摧毁吧。就是说这是马健所写的小说《殷之道》中所描写的情况，他的作品在国内是中国是被禁的。马健说他在湖北、广西等省以各种方式跟逃荒的家庭、超生家庭采访的时候，亲耳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么我也曾经看过很多马健身份在 BBC 啊、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些受访，那么他也个人也曾经到香港、在纽约、在那个柏林很多书展呀、各种会议上啊介绍自己的这本书。那么就是说可能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人，你看现在到国外，听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有人到加拿大去把一个店都一下扫空了，那个在加拿大有一种衣服是那个雁的毛还是什么样，反正要700-800美金的，上千美金，中国人现在非常豪爽，一下子就把整个店都买空了，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人已经了不起了。问题是说如果是说一个国家
对生命、对妇女、对生育没有基本上的尊重和人的基本权利的话，所以这种崛起也好，这种强国也好，是质疑的。所以马健先生呢，通过他的努力，让西方的社会能够看到中国那些所谓阴暗的角落的不为人所看到的那些灰色地带吧。我觉得那个什么水立方啊，鸟巢是中国没错，那他现在还在那里。那么在很多地方，那种上不了学的孩子，被堕胎的妇女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特别是作家就是说要更正式的看到这些东西的哦。那么现在我就有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马健先生，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那么请而且我要告诉马健先生，我们的节目是会有人翻墙看到的，那么你也有机会给在国内的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吧，因为时间还是比较有限，大概的介绍一下，谢谢。好吧好吧，这本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写作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我自己从前没有体会过的。因为我要进入到一个女人的感觉、女人的身体、女人怀孕的各种细微的这种跟男人不一样的境界，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么我写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女主角，她是一个从农村长大，然后怀了孩子生出来，然后又怀了孩子，就只好要逃跑，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在一些中国的河流里面拖了带着他的女儿，然后到处流浪，到处寻找机会再把他的另一个孩子能够生出来。那么他们一开始是沿着这个江，沿着江河走，然后下一步呢，最后走到了一个湖，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生出来的孩子虽然没有人管，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污染非常厉害，所以最后他们就在那里生出了一个残废的孩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要是从结构上来讲，我还是用了一个英灵的一个角度让他来讲这个故事，因为他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从他的角度和他母亲的角度两个结合起来谈了一个关于这个计划生育的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好，那么其实我个人呢也可以说是伴随着计划生育成长的。最早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们单位上会请那些卫生局的人给我们讲一些防孕知识，那时候我也没有兴趣听，因为那时候还没结婚嘛，给我们拿一些什么当然包括避孕套啊，或者是女性用的那种什么环啊，反正讲我这个没有什么医学知识哦。那就是说自从计划生育政策这个79年出台以来呢，那当然从报纸、杂志、电视呢就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嘛，中国这个宣传机器从上到下呢是轰轰烈烈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只能够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就是宣传计划生育多么好呀，多么英明，多么伟大，那我们将来的话这个国家会多么富强，人民的生活会多么美好。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就叫《甜蜜的事业》，就是说呀，那个人孩子多多愁啊，生活都没办法。那有些相声，我记得那时候姜昆呢就有一个相声，就是什么大猫二猫三猫起来尿尿尿了，就说那个当爹的就苦不堪言。我看现在马健先生有四个孩子也是挺开心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品吧，就叫《超生游击队》，那当年就是轰动一时嘛，宋丹丹、黄宏从此以后就变为大明星，那也挣了老鼻子钱了。其实我个人看的时候也是跟着嘻嘻哈哈，那包括里面的段子呀、话呀，我都能够学着模仿着他们那个东北话说两句哦。其实大家都在嘲笑，因为这种宣传对人的这种影响是很大的，在。其实将近有20多年吧，就是包括这种学术界、文艺界、文学界几乎就没有出现，其实近些年有一些，但是在前世20年可以说是鸦雀无声，大家都是乖乖的，就像一群鸡一样的，就是说只有服从。就说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哦，就是说好像
就是说跟这个所谓国策来唱反调，就是说你是就是说你的这种出发点或者那个 button 那个什么东西按那个按钮按到你的这种神经，想到这个东西是错的。因为我在我多少年都觉得是那国家要求你就服从就好了嘛，反正就是说您是怎么就是这个出发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这个女儿 Bella 出生的那一天。嗯，出生的时候，因为她是从她妈妈的那个子宫里边流出来的时候，她是在一个罩里面，嗯，就是我们叫羊水，还包在里面，包在里面嘛，很像是一个太空人，慢慢掉下来了，面带微笑。嗯，我当时是非常震惊。就是一个生命从他的母亲的身体里面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出来了，然后呢，我自己还要捡了他的脐带，就是一分为二变成两个人，嗯，那种感觉对我对这个母亲和这个生育的孩子之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刚写完了一个小说，是叫《北京植物人》，这个小说就是他。植物人活在自己的肉里面，根本出不来，他非常压抑，因为他的神经各方面都已经坏了，他活在自己的肉里面，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地狱。那么我特别想找一个从这个肉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正好这个生育的感觉对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我突然就发现，这个在那个2007年广西博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计划生育的起义，可以说是，嗯，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是最大的一次，也叫民间的一次反抗计划生育的一次运动，非常巨大，50000多人，可以说把博白县的很多镇的，政府、公安局啊、计划生育办公室啊都给砸了、烧了。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对我来讲是触动非常大的。嗯，那里有那么多孩子的出生，都变成一种像是犯罪。我的女儿出生，又变成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进入了一个家、一个生命进到了世界。这种反差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用一个小说的形式，把我这种感受描述出来。嗯，马进先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写作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他也需要砖头呀、水泥呀。当然，写作最后是要靠你的这种多年的文学的积累素养，你的这种写作能力。但是在最初这些素材，就说您是怎么准备的？就说您去过什么地方？我记得您说你是沿着长江走的，就说为什么会沿着水路去调查呢？就说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你知道在中国这个水是女性，或者说是象征着这个阴阳，阴阳里边它应该算是一个阴，嗯，那么一阴一阳，那么我要是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水，水和出生和那个女性的阴道慢慢流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一致的，嗯，另外在中国你会发现没有一寸土地你有生育的自由，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就把他的生育放到了水，他只能在一个有水的地方才有这个流动的这个可能性，这是其一。我为什么用了这个水作为一种象征？还有一个，我是当时，我沿着的这个长江、珠江，还有好多地方，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计划生育，很多这些叫超生的家庭，他们就是住在江边，或者租一个船，或者在江边工作。总之，一碰到计划生育的干部来了，或者这个政策，要开始抓他们了，他们开着船就跑。嗯，而且船的好处呢，它可以流来流去，它处在两个县或者三个县的中间，我们过去叫三不管的地方。嗯，所以它的这种流动性比较大。那么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把这个小说的结构就放到了这个水这个概念里边去了。嗯，好的。
那其实就是说暴力堕胎呀，或者就是说类似于的这种暴力的计划生育，我在20多年就听过一些案件，但是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在那个时候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各种的案子，媒体上是看不到的，那更不要谈上打官司。不过这几年呢，手机啊、电脑呀发达了，就是说普通人也都能够用到，而且大家看到这种悲惨的景象呢，可以马上拍照，可以马上上传。那么就近些年，我们能看到很多强制堕胎的这种例子哦。前两天我也是为了做这个节目的准备，我就看一些录像，有一个被强制结扎的。妻子的丈夫就说说我们老百姓哦，就像鸡鸭一样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把他老婆几个男人拖进去按在那里，就马上就结扎，导致很多的后遗症。他现在每次就是倒流经啊，然后就是整个都不能劳动了，家里的田地都被荒芜了。那么就是说马军先生，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上一两例，就是说你在实际采访中的女性被强制堕胎，她们的生存情况、她们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告诉你，那个你刚才举起的我写的那本书的封面是我一个朋友画的，你哦，现在是吗？他是一个山东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很美，那我告诉你，他的太太就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了17年，所以说我发现这个这是一种现象，就是她的丈夫画得非常美，母亲跟这个跟她的孩子，她的太太每天的上班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她也跟我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当然。我要写一个关于计划生育有关的一个小说，我要了解计划生育的人，他们是每天怎么上班、怎么工作，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结构，这些我都要进去看。那么他们每天跟这个被计划生育要管理的这些女性、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我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包括就是他跟我提到过，就是。你会，知道那个打那个针打到那个孩子的头里面去之后，孩子会挣扎，孩子会挣扎。所谓的挣扎就是，他有一个针，通过那个肚皮扎进去，扎进去以后吧，打到大脑，大脑就很快就会凝固了，慢慢就会死。他会看到那个孩子的脚使劲踢那个肚皮。他也会感觉得到那个孩子慢慢的越来越冷，但是有时候一次死不了，他还会经过一些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有时候慢慢的一两天流产流出的时候，孩子还有活着的迹象，那么你会看到那个婴儿那个很疼的时候，把自己的脸把自己的身上抓的全是那个血道。往那个垃圾桶里倒的时候，孩子的手也会紧紧地抓着那个盘子不放，他还有一些生命的迹象。那么大部分都是流出来就已经死了。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叫英子的一个个体户，他被抓走的那一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手使劲抓着那个门框，他一个很小的一个店。但是四个男人还是很有力气的，就把他拽走了，拽走了，拉到车上按住了他，一直拉到了那个计划生育管理的坠胎的地方，把他按在床上绑起来。然后可能经过了一天一夜，或者两天一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孩子给打出来。这个过程他也在骂他们，他们也去吃饭，还问他吃不吃饭。那么很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他给我讲的就是，他感觉到他的孩子越来越冷，越来越凉，就流出来了。在扔到桶里的时候，他咬着牙抬着头看了他的孩子一眼。这个过程让我很难过。还有一个很细节的一个过程，就是他的两个腿从那个手术台上给放下来的时候，其实他是站不住的，但是他又必须走。
他的欲望是要走，但是腿完全没有力气，因为那个血从他的那个大腿里边一直往下流着血，以至于那个血流到他的拖鞋里，走路也很滑。等他站到大街上，他也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走到家。嗯，在那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个那个摩托车，他后来那个花了5块钱，让那个摩托车把他送回家。他的腿也不能迈到那个摩托车上，他只能侧着身子坐上去。嗯，回到家那个细节我也觉得也挺悲哀的，就是她的丈夫，她的这个爷爷，那不是她丈夫的这个爸爸也都很生气，甚至也拿着这个农具说要去拼命，但是很快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样吧，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就这么慢慢慢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他后来为了这个再生孩子，他就逃到了伦敦。我是在伦敦见到了他。这个例子，我想着足以让我感受得到一个怀孕的女人的那种过程和痛苦。嗯，谢谢马健先生。就说您说的这种情况哦，那我也想说，并非这个因子一例，就是在我所搜集的很多的堕胎托儿案例里面啊，那就是说，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有一些婴儿生下来甚至是活的，有时候他们还会把婴儿的尸体给母亲，因为他们要索要这个手续费嘛。就是这个真的是听起来非常，作为一个人来讲，真的是。我们听都不能听，再不要说经历的人。我想他看到孩子的那一眼哦，他会永远的刻在他的心上的。我想他是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那一幕的。那么在您这部小说里面，平时我们看小说会有第一人称用我这个来叙述，就是第一人称，有第二人称他，或者是说有第三人称。在您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用婴灵这个角色，就是不断的穿插用婴灵和作者之间，就是穿插这种角色，让婴灵来叙述他在这人间的感受吧。就说您谈谈您的创作过程中怎么会想到这样，就说这个，就说这条线，就说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这个我想可能是一种是一种文学的要求，就是我们平常都有我、你、他三个人称，但是婴灵不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就要必须要发明一个第四人称。这个第四人称，简单点说，可能是我、你、他的一种综合，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所以说，在这个，我是从一种文学的结构来讲，把这个婴灵的叙述角度给用上了。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故事里边，你会发现，这个婴灵小说的第一句是婴灵已经到了家，小说的结尾是婴灵开始往家走。那么他跟这个母亲出走正好相反，小说的开头是母亲开始考虑要逃跑，小说的结尾是母亲在那个子宫湖里生孩子，慢慢的要死亡，所以这是一个反差，这两个反差互相交错来描述这9年发生的事情。这9年母亲的经历和这个婴灵的经历互相叠在一起，出现了同一个场景。母亲的感受呢，是人间的感受；婴灵的感受呢，就像一个录像机从空中看着他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两种感受，我想交叉的一个原因，让人更能感受到，就是母亲和婴灵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我现在要说到为什么要这个"婴灵"这两个字？婴灵，其实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一直有。就是大家一直相信，这个如果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死亡了之后，流了产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也是一个有这个灵魂的，只是他的灵魂没有办法投胎转世，他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他要经过一段的这个时间，慢慢的消失，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非常小心，就是英灵可以回来，英灵可以看到，英灵可以找到一些办法去找你报仇，或者等等吧。你会在寺庙里面，在佛经里面都能找到关于对于这个，这个英灵的这些这个祷文啊，什么都存在。所以英灵的文化，为什么在计划生育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杀害婴儿的这些过程中没有出现，没有受到约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找回这个传统的这一部分，把它放到这个文学里去。谢谢。这个也是我在读这本书，觉得就是说倍感这种煎熬的，倍感难受的。就是说，大家一般有时候，你像现在堕胎就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啊，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说是我完全就是作为小夫妻也好，就是完全我可以控制我要不要肚子这个孩子。但是很少有人，就包括作家也好，很少有人讲我这个。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也好，小胎儿也好，他的权利或者他的感受，他是不是疼啊？他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么这本书我们读的人都这么心痛的话，那我作为作者，我想马健先生也是肯定是一直受到这种阴灵的这种拷问、折磨、这种质问，就说他要需要给阴灵一个。可能很难回答，但是他需要跟英灵去对话，把他英灵的感受起码是说能够记录下来。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不起啊。那么马军先生在您的书中，你就说没有母爱就没有文明哦，就是说本来是自古以来。那你说，老百姓就说一亩地二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说生儿育女，哪怕再贫贱，再怎么样，有时候那个农村那个人，他就是男人，哎呀，有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看个男人抱个孩子，我说，哎呀，这个男人没出息。等我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哦，我就一个男人，一手抱个孩子，一手拿个奶瓶，我觉得呀，一定是个好男人，我就那个形象，我就特别喜欢。我在20多岁，我刚开始不喜欢，我觉得男人应该干大事，但是我等有时候我看到，男人把孩子架在脖上，我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爱孩子哦，就是懂得去爱这个人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来生儿育女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就变成了哦，国家让你生你就得生，国家不让你生就不让你生，就说是妇女的这种私人的这种，就说阴道吧、子宫吧，就变成了国家统一管理的，等国家给你发证。就说是那个杨之柱先生，不是说布票、人票、布票、粮票没有了，人票还在。那么就是说，那我觉得，如果只是说对妇女的不尊重，你可以不尊重我，我不理你就完了。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法律是人定的。那共产党他就说我就不让你生，我有这个权利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人伦的问题，这是一个天理的问题。就说从您来讲，36年来。这个一胎化，这样对待妇女，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强制把一个妇女腹中即将生产的已经有孩，我觉得几个月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是生命，只是说，我觉得3个月、8个月，我都是杀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不想多说这个，就说作为您来讲，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行？这当然，如果是这个强制坠胎，这当然是一个跟法西斯是没有区别的，而且是政府用这种政府的手段、政府的政策，毫无人道主义的这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是不用讨论的。人不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人是这个和自然和这个地球是共同生存的一种生物，不是由于你一个政党的存在，你需要多少人，然后我就让你出生多少人，你出生的比例太多了，我就要消灭一部分，这跟法西斯是没有区别的。那么你刚才的问题里边，我更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男人养育孩子在中国确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的大女儿，我是在北京的时候有过一个大女儿，她现在已经40多了。我的大女儿呢，当时生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那是妈妈的工作，那是妈妈的事情，然后妈妈在为这个女儿长大，是我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也可以正好把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传统的男人这种方式用到了我的小说里，这个叫红老二，他的头发来，因为到了这个英国之后，对我产生的变化最大的就是我的孩子出生跟我的家庭，那么我作为一种男人的这种变化，是从这个我太太怀孕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学会不能抽烟了，你要快要生的时候，我要跟着他去瑜伽班去看看这个怎么练瑜伽，然后他在生的时候，你要给他按摩后背，按摩哪几个穴位他就不疼，然后你会感觉到女人生孩子，男人也要跟着一块儿生。然后由于我孩子太多，我还练了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可以不用手就可以把这个奶瓶喂孩子。我还要你试试，如果让你喂，我后来这个双胞胎有时候两个要同时要喂奶，你还要抱着两个同时喂，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些养孩子的技巧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磨练，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父亲跟母亲的这个角色，特别是在西方的这个国家跟在中国确实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的孩子生产的过程我都必须在场，这是一定的。然后看出来以后，第一个抱着孩子的一定是你，就是你要抱着他，然后把他放在母亲怀里，然后跟那些医生还要笑着说谢谢，然后这些孩子的肚脐，你要可以帮忙把它剪断，就是所有的过程，男人都要参与，这点确实是不一样。反过头来，你可以验证，这种在中国共产党眼里，人的出生，或者说是一个任何生命的出生，对他们来讲都是被他们管理的一部分，这点是非常可怕的。女人的子宫永远不应该国有，女人的子宫永远应该属于她自己，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完全不能够容忍，不只是一个错误或者怎么样，一定是一个罪行，而且是一个小屠杀。所谓的小屠杀，就是让母亲在自己的子宫里边慢慢死掉，这是非常残忍的。那么，对这个，在北京时候的马建呢，要提出抗议和批评，那是不对的。那么，对后来有改变的，到英国以后逐渐变成一个好父亲的马建，要提出要拍一下手啊，这是我们希望更多的男人们应该，就是说，我觉得一个男人不要说事业不事业，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那么就是说，我记得我跟那个。高耀洁老人谈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嘛，他也可以说给很多妇女堕过胎。那么后来呢，他也就是说和一些妇产科医生共同努力救过100多个孩子，就偷偷的把这些孩子就假装打什么水啊，因为他作为医生更懂嘛，就说我打了什么的，然后打个什么盐水啊什么，就把这个孩子偷偷的送出去。其实他也救了很多的孩子。他有一句话就说当官的就。当官的是怎么生我不记得了，但是富人呢，就是说买着生，穷人是跑着生，就像马建先生笔下所谈的那样，就说您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呢叫孔老二，他是一个小学教师，那他显然呢也不是高官，也不是富人呢，他只能是跑着生了，那他就是为了多生一个儿子，中国人就觉得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那他为了延续家族的这种香火，沿着长江带着老婆，非常辛苦的吃不上喝不上，要打工，然后就是说为了多生一个孩子。那么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老百姓来讲，就是想踏踏实实的过个小日子。其实就像我妹夫说忙碌来忙碌去，就是忙个日子，这个其实是最朴素的，那就是日出日落的去劳动，然后养育孩子。问题是这种计划生育可以说搞得全国，那特别是农村吧。城市像我们那些单位的人都是自动的，很自动的就去流产了，根本都不用去围追堵截的，就说连这种小日子都过不了。那么就是请您谈谈计划生育对每一个
普通的中国人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破坏。这种家庭的破坏当然从共产党开始执政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以这个阶级斗争的这种方式把一个家庭给分裂了。比如说我出身是富农，那么我从小就会发现那些出身贫农的好，那么这就导致我对我爸爸也产生不满。然后如果你的爸爸可能是一个资本家，你一定要逃出这个家，你一定要跟这个家划清界限，你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可能被接纳的人。这点非常可怕。所以到了计划生育，你会发现他已经这个铺垫了很多，铺垫了很多。最后你会发现，家庭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社会里面，实际上是已经完全被分解成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分子，或者说你入了党了，你是党的人，不管你是爸爸妈妈。嗯，你没有入党的，那么你就是个坏人，也不管你是我的儿子还是什么。都已经分类了。嗯，那么最近通过这个改革开放，家庭的概念才开始慢慢恢复，有的钱的人开始修祖坟，那些农村开始恢复，就是逢年过节要给老人这个敬香，然后家谱开始慢慢的恢复，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小说里面，我特别想反映出中国的这种封建社会，然后进入到当代的这种共产党的集权社会，它对一个家庭到底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差。这个反差就是你会发现，传统的这种东西一旦的进到了这个家庭里面，它还是把这个女人作为一种养育的一个机器，就是你的工作就是替我养孩子，传宗接代。如果你要是没有生一个男孩，你这个老婆就没有用处，我可以再找一个女人，那么再生。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条线。再一个就是计划生育对这种女性的这种压迫，然后家庭竟然很难出来保护。你会发现除了一个这个和珅国，我说的和珅国是因为它是这个广西，关于这个计划生育好像是要罚他的款或者什么，他就拿出了菜刀进到了广西这个计划生育的一个办公室，把那个计划生育的人给杀了，然后他被判处死刑。判处死刑的时候，他老婆抱着他亲了他，然后就被枪决了。那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敢于站出来的，因为计划生育。多年前好像在北京有过一个军人，好像也已经死了，他也是反抗过，为了自己的老婆。其他的你说整个的这个中华大地对于这个家庭的保护，对于自己的太太和这个为将要出生的孩子的保护是非常弱的，几乎没有形成一种保护的力量。当然了，如果有这种保护的力量，家庭的力量，共产党也没办法推销所谓的计划生育。对，刚才您所谈到那个例子呢，在我的书里面呢也收集了这个案例。对他的举动我真的是非常矛盾，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当然那个杨之柱先生说你看动物为了保护孩子可以去跟其他的动物撕扯，说况且我还是一个人，他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对这个先生这种去砍人哦，有时候网上会说对这帮王八蛋，那你只有说是你去砍了。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太血腥太暴力，但是我也是觉得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吧。那个哎呀，反正这个我们下期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个军官叫何建国吧，他当时在北京也是拿出枪来，当时也是因为计划生育，那个叫建国门事件，可能您也知道，当时也是杀了很多人，一些无辜的人。就像昨天的纽约一样，也是死了可能前后有十多个人吧，就在建国门，也是因为计划生育。那么您这本小说呢，从表面上看是写计划生育的，其实它也给读者们一个比较全面的目前的中国这么一个全景式的一个描绘。比如现在这个小姐呀，黄色呀，那个就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说，四川的有的公路上沿途上都是那种灯，就是说小女孩卖淫的嘛，
那好，比如说电子垃圾，其实中国现在我也经常回去的。那么如果是说你说像海外华侨，像我的朋友他们回去都说，哎呀，现在中国好好玩呢，因为吃的又好，穿的又好，好山好水好风光，然后看着那个什么云南印象啊，什么山桂林印象啊，都是那种就都是盖了那个张艺谋图章的，就像那个流水线一样的跳跳舞啊，不是什么歌呀舞呀，就觉得很好玩，说中国那么好。但是呢，就说从你的作品中又能够，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那种被污染的河流，未污染的那种土地的那种味道。就说你这个想，就是说其实很多西方人到中国去看看，像我们老家看看那什么兵马俑啊，看看长城啊，都 wonderful wonderful， 都说中国好的不得了。说其实这是两种极端。现在我每年回去，我更喜欢去乡村，我不要去看什么假的风景，300块500块看一个那种人为的什么印象。就说您想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那当然了，如果说按照我的经历的话，比如说在广西，我可以到计划生育最悲惨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可以返到广西的这个城市，我跟市长、宣传部长可以坐在一起开宴会吃饭，因为我的朋友跟他们是朋友，OK， 那么这个小说里边为什么我会用这么多的所谓的悲惨的或者贫穷的场景，这是跟我小说的这个人物是有关联的。民工们永远不会享受他们盖的那个五星级的宾馆，盖完了就滚蛋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种江边生活的人，他可以远远的看着那些大楼，看着那些夜总会，他们也会想象的出来里边的人是怎么的生活，但是跟他们毫无关系。那么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要因为它是从那个河不断的流动嘛，那么沿着河边他们能够消费的地方，能够去到的地方，我也都走了一遍。那么这你会看到，这是一这个社会的另一面，或者说如果你说有阳的一面，那么这还有阴的一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在这个广东的这个山头那一带，我去了桂屿。桂屿是这个拆解电子垃圾，全世界都是垃圾很多都运到了那里，现在整顿的越来越好，那么那个味道还是存在。我刚一进到那个桂屿镇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时候，我住了个宾馆，我也不懂，我就拧开那个水龙就给自己洗澡，热水洗完了之后，我发现我变成一个塑料的，那个味道全是一个塑料的味道，浑身都是，从头发里边就冒出来了，那些水是不能用的，也不能喝的。后来我才知道，整个的桂屿镇的水是从别的镇开车运过来，那个关于运水的这种行业是非常发达的，多少钱一桶，然后所有人都不会用桂屿的水，那些水是没有用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污染的环境。而且我也看过很多这种生育的指标，在那种地方出生的孩子残疾的比例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喝了那些吃了有毒的食品，或者那个喝了有毒的水，每天拆解的那些电子零件，在那种地方生活住的那些环境，很难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他只能是这个环境的受害者。那么我这么写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一个生育的母亲在一个完全不安全的一个社会，他又以一种更不安全的方式去生活着，去逃亡着，去生育着，这本身就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绝望。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种很沉重的问题。就说这个计划生育国策吧，其实是要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最后是要承负一种就是没有办法承担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想一想，如果这个母亲生一个孩子是痴呆的，那么他不但不能够养儿防老，那么他作为母亲都是爱孩子的，那么他就要抚养这样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这种负担，这种绝望，
但是他又要必须承担这种结果，就说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要进一步探讨的。那么就是说我看到马健先生的一些采访，他就说其实计划生育本来是以这个控制人口为目的的呢，那慢慢就变成一个交易嘛，就包括冯建梅都是说你交四万块，你交四万块你就可以生，不交四万就不行。那最后就是说因为他交不起这四万块就被堕胎了。这就是说马丁先生就我记得采访中说过，说在城市呢就靠批地皮嘛，批地皮就能挣钱，在农村呢就靠肚皮。那么就是说其实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数字哦，说计划生育以来被强制这个所谓罚款也好，社会抚养费也好，被征收的钱是1500亿美金。那这个是一个巨额资金，其中一部分呢可能就是上交给上面，或者是我听到一个计划生育的小科长都有几百万的钱。就说您谈谈这个计划生育和敛财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说几乎就是敲骨吸髓吧，对老百姓。你说像那个杨改兰，如果他没有计划生育5-6万的罚款，他本来已经穷得要死了，你让他到哪里去？对一个农村妇女，他那个地方我去过，宁夏我去过，老百姓家里连地连砖头都没有，那个地方我还真去过前两年。就是说对一个妇女来讲，你问她要5-6万块钱啊，就等于是问我要几百万美金一样，你就只有逼着她去死。就这里边死很多很多人，请你讲讲就是说计划生育这个罚款和这个计划生育之间这个关系，最后就变成要钱了，最后就变成要钱了。广东省电白县那个流动法庭的厅长是一个女的，你看看她怎么谈话。对她来讲，就是她现在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就是流动的法院，这个法院包括这个公安局、检察机关，还有法院的法官，还有计划生育的干部，他们会开着车进到村子里，抓到了一个。按照他说他们这个流动法庭呢的权限可以判刑3年，就是这个车开到这些家里去问他要钱，如果你拿不出钱来当场就判刑，法官就开始宣判，检察官就开始检查合不合适，公安局就可以戴上铐子，都是在一个车里，也他们的指标是一年要三千万的收入才能完成他们设定一个目标。那么这些钱我只能这么说，他们其实是从女人的子宫里面刮出来的钱，是非常肮脏的，可以说是不劳而获，这是一个完全是一种欺诈，是一种敲诈，而且是从人的肉里边敲诈出来的，是非常不要脸。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够公布拿了这么多女人的子宫里的钱他们干了什么，做了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必须把这个受伤害的女人这个钱要还给这些人。这完全是一种公开的掠夺。但是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卫生的什么主任还在那里讲说我们还要继续收。好比说哪天之前的我们就不收，哪天之后就不收。我说那个肚子里的宝宝还知道你哪天发什么新的规定吗？发什么新的政策吗？那当然我还有一些问题，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那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在这个18届五中全会，就是说一胎化结束了嘛，那就是大家有那很多人就说那不论怎么样说二胎还是算一个进步哦。那有的人说比如我的朋友他的表妹在7-8个月的时候就被强制堕胎，那个孩子生下来还是活的，还会哭，他都是亲眼看到的，他也反正自己也被罚过5000块人民币的款。他说呀，那也没办法，那反正是中国人多嘛，那也没办法。比如像我们村一个老太太，他们家生了二胎也被罚了几万块，老太太跟我这么说的，是我们家对门的，他说那反正是我们犯了错了，人家就是要钱，我们就交给他就行了。就说老百姓就是这么认识的。你，对，你就是说随便讲讲嘛，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就讲讲计划生育是不是控制了人口，计划生育是不是有必要的，这个二胎到底是不是进步，我们是不是要感恩戴德？哎呀，谢谢你啊，你真的又让我生老二了，真的是这个皇恩浩荡。请您讲讲。那么简单点说吧，计划生育如果说是从一胎
变成了二胎，当然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你如果现在生了三胎，照样被罚款，照样被打胎。OK，这是一个小的进步，但是没有完全废除。我们当然希望他要废除计划生育，对国家、对这个母亲、对家庭都只有好处。那么从整个的计划生育来看，如果你采访一个独生子女，他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我觉得很好，如果我有一个弟弟，我可能就不能到伦敦来上大学了呀，因为钱不够啊。”那么你再去采访一个另一个孩子，他会觉得没有自己的这个姐妹，没有将来也没有自己的叔叔，自己要养着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压力非常大，他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计划生育完全应该从中国抹掉，不应该存在，因为它。第一，你控制人口，现在人口中国只会越来越少，人口是自然增长的，不需要你人工的控制。第二，计划生育只能养着成百万的这个吃女人子宫的一些干部，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这只会对中国的家庭、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这些后患太多了。对，本来生育都是一个人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不能今天说啊，马健，你吸收空气了，我要问你要钱，就说这个是非常之荒唐。但是呢，居然执行了36年之久，那么就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那一个国家没有记忆的话，也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这个计划生育已经执行了36年，对妇女和儿童造成的这种伤害，我们真的是得回头好好看一下，好好记录一下，好好总结一下，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很羞愧的。这也是我想做这个节目的一个想法吧。可以说是一朵小小的花，献给这些数亿的英灵。那么今天我把马健先生这本书的最后几行字念给大家，就作为这期节目的结束。那么下期呢，还会邀请马健先生和大家谈一谈计划生育中发生的一些案件呀，或者计划生育所导致一些后遗症，就是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哦。那马健先生的这个书下面有这么几行字是这样写的：强制堕胎政策是左手掐死母爱，右手掐死生命的双重罪恶。母亲用血肉铸成的窝，马上成为婴儿的刑场。生育不是犯罪，而是人类的伟大文明，是不可毁灭的精神预言。因为我觉得生孩子，因为我们就是说要爱孩子，这个都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有时候我看那个《动物世界》，我觉得那个小鸟会哺乳，老鸟哺乳小鸟，那个就哪怕狮子和狼都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的人要去杀孩子？这个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反思，也是需要好好的声讨的。真的，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那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谢谢马健先生，谢谢导播，谢谢。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兴趣能够听这个节目。对，也希望大家找到英文版的或者中文版的《英之道》看一看，让我们听一听英灵的声音。再见。再见。